不是在高架上面，不是在路面上面。用了一天就换新的了，从下边刚刚的响，不让说不行，这个它自出厂自带刹车，刹车把我们下边都着火了，知道吗？是冷库检测的勤，不勤的话就着火了，卖钱都会着的。现在师傅还在修理，还在找问题，粮仓不生了。下边这个坏了，这个坏掉了，司机师傅修了一下午了，现在回去拿配件了，没有配件，液压油都漏掉了，都漏完了，还不放粮，这个车还不放粮，放不出来，每天都出问题，每时每刻都在出问题，包括这个三角带，这个车就是用完这个都不用换呢。你说193骑新车在地里修了一下午，人家的地里边刚刚干活，我在地里边等着，你说嘴里边啥感受？这个是福特款的一个鲁体，这是长安款的一个鲁体啊，看一下，大概可以对比一下。这个是一个75×1米的哈，是长安款的，福特款的呢，这个是90×130的，要大一点。
时候，你进入主会场一定记得压低声音，有一种我不想干扰你开会的感觉，静悄悄地走过来就可以了。左手持壶，留出右手来，大家跟我一起可以做这样一个动作，就把你的小拇指分开来，就这样来，我们数拍就可以啊，数十拍你就学会了，回去练的时候也是十拍。来，大家跟我一起做，来，一，先点向杯子，二，三。为什么要这样扣一下？把里面的水蒸气怎么样，哎，给流到杯子里面去。来，再拿起来，拿起来的时候压低开始倒，倒的时候呢，茶水要到几分满？7分，叫七分，不要倒得太满啊，留下三分是人情嘛。来，我这杯子里面有绿茶，放上去之后呢，来，绿茶要轻轻的放好，轻拿轻放，轻轻的把盖给它一打开，留一个缝隙，因为绿茶最忌讳的是开水把它给闷烂了，闷黄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呢，下一步应该是第八步了吧，把杯子的把手转到对方方便取拿的地方，还有第几步？第十步了，应该用手轻一点，然后继续退一步，转身离开就可以了。运气不好了，就几分钟都没了。跟你们说了，别来，别来，演戏演不好人就没了，知道吧？千万别说我不怕死，老毛子就喜欢这种人。你本来就是演个戏能活三天，你一说这话一表现出来，几个小时都没了。我说这句话，你们可以细品，好好品一品。这边我跟你说，导演最不怕来了就是什么亡命之徒，最不怕这种了。几个小时，我说了是几个小时，是你进入这个据点时间没赶上了，你会休息几个小时，会给你一个休息的时间。真正你接到通知，你去这，那个导演说你要去这个据点溜达一下，就几分钟。我说了几个小时，是你从后方，又跳的啥鸡巴玩意儿，从后方进入这个据点，那边已经开始演戏了，双方开始已经演戏互打了。你进入那以后会给你个休整的时间，几个小时，知道吧？你休息完以后，这边说你要去那边拍个戏，运气不好了就几分钟都没了。来，夸张，我说话啥时间都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